马可福音第六章三十节到四十节，四十四节。马可福音第六章三十到四十四节。使徒自今就近耶稣，将因所行所教事的拢甲因讲。耶稣因甲因讲：恁家己甲我来去旷野的所在休困点仔久，因为往来的人侪，连食也袂顾着。因就上船去旷野的所在，家己住。众人看因，看见因去，有济济人在，就对大家声步行三脚行，大声音教。耶稣出去看到规大群的人，就怜悯伊，因为因亲像羊无牧者，只用济济济济行教是因。伊要落，伊的学生就对伊讲：这就是旷野，伊要落来，请四散众人，互因去周围的乡的乡下，家己买食物通食。伊应讲：恁互因食。因甲伊讲：总无阮用200个银仔去买饼来互因食嘛？伊甲因讲：恁有饼偌济？去看卖。已经知就讲，五个饼两尾鱼，因就吩咐因，伊就吩咐因，互众人排规列坐伫青翠的草埔，因就分队来坐，有的100，有的50。耶稣摕起五个饼两尾鱼，仰天来祝谢，八饼互学生来排伫众人的面前，也用两尾鱼分互众人，因拢食到饱，捡遐个饼碎甲鱼碎，碗12斤，食饼的人十个有5000。圣经读到这，咱感谢上帝，咱的。